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被主的爱充满，人需要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，如今尚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在一所社区医院内，有人做了两个调查，一组是病重的病房，调查的人问，当一个人要走到他生命的交尾点时，他最想的要对家里人讲什么呢？没有的人会讲，若是我做大官就好了，也没有人会讲，我要好好照顾我店头的生意。极大数的人会讲，照顾好家里，照顾好家里的人。无较侪人会伫即个时阵，搁咧只想着钱，想着的只是感情。另外一组伫即个婴仔室内，随意挑出两组婴仔。第一组每一日抱三摆爱惜伊，每一摆十分钟。第二组无任何的爱抱，结果。第一组的婴孩的体重增加速度是第二组的两倍。弟兄姊妹，有偌济人伫临别世界时，佮注意到感情的重要。人这一生应当佮爱同行。上帝是爱，是永恒的爱，无改变的爱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俄罗斯，你的爱永远长存，你予阮的爱永远无改变。主啊，你的爱满着阮，也安慰着阮伤痛的心。你的爱充满阮，就激励阮，予阮。充满信心和力量，拄到困难时无惊吓，拄到试探也会通赢过伊。阮的性命有你的平安和喜乐，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